恶棍正品。来，让老铁们看一下距离啊。前两天拍个视频争议挺大，有跟我说超过四十米，超过四十米他能把这个复合弓给我吃了，我也是真无语了。我靠，这是看不太清楚，在这儿呢啊。差不多就这距离啊，来把手定稳一点啊，在这儿呢，这气球看到吗？对，就是这距离啊。就这距离，来让老铁们看看真实的距离是这样的啊。